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诚意究竟有多实诚？喝啥都一大口，没点心眼，让人一看都觉得这孩子也太老实了，也因此为我们贡献了不少表情包。老实人勇闯娱乐圈，说的就是诚意吧。诚意在梅克菲杭州现场公开活动中，礼仪小姐递过来的香槟，他和别人碰杯一起喝酒时，他拿住香槟时直接一大口喝下去，结果直接把自己干懵了，他摇了几下头才恢复过来。他当时肯定在想，草率了，下次可不能这么喝了，喝酒都能给自己喝出表情包，这事儿也只有诚意了。这个可爱的瞬间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笑声和惊叹，都觉得这孩子也太老实了，好可爱。第二天在雀巢直播间中，他在直播过程中喝奶的时候也一大口喝下去，这让连主持人都感到吃惊，好大一口，诚意这个蛮好喝的。他此时心里肯定在想，喝酒不行，喝奶该没事了吧，我真聪明。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的天真和率真，也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轻松的氛围。在你好星期六节目中，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按照规定要往龟苓膏里加芥末，结果他非常老实地加了一大勺芥末进去，这令肖顺尧都感慨道，我感觉诚意吃的时候要哭了。结果诚意这个憨憨吃的时候还吃了一大口，果然不负众望，辣到落下了眼泪，迅速拿起水杯一口气喝完，喝完还让别人再加一杯水，这也太可爱了。诚意的实诚不仅让人感到亲近和可爱，更让人对他深感钦佩。在娱乐圈，很多明星都会把自己包装得完美，诚意的老实倒是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，也为他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，让我们觉得他不是明星，而是我们身边的人，也会和我们一样的迷迷糊糊的，跟我们的距离也就更近一步了。我们喜欢他就是喜欢他的真实，不做作，更像邻家哥哥样，而不是高不可攀的明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